息，2022射箭世界杯巴黎站，我国女子选手彭佳茂今天晚间在女单四强赛先击败了南韩选手，闯进了冠军赛，可惜最后以4-6不敌日本选手安久诗乃，拿下了银牌。彭佳茂在女单虽然无缘金牌，但是在同一天稍早的女子团体项目，和雷千莹、郭子颖在冠军战以5-1击败了印度队，夺下了反曲弓女团金牌。台湾射箭队本届以1金1银坐收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